号有好几十个团体或者群组自发性的后援会要组织起来，然后申请了凯道，希望我能够参加。那我也同意，我也非常的感谢他们，所以六月一号我会参加。可是六月一号是总质询的时候，就算您是参选同志。六月一号不是总质询，是假日，星期六。哎，对。好，那柯P说您假要参加，感觉您是那个政治一百分，经济零分，要您来了解我。柯P啊？对，他在日本讲。尊重柯P的讲法。哦，杨秋因为辞呈已经到了，但是我希望未留他，因为现在尤其中美贸易大战，很多台商哈、有些想要再回到高雄来投资。那杨县长对两岸之间的交流可以说花了很多时间，也花了很多力气。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他应该再做一下发挥，不要因为彼此之间情绪，千万不要，就是为老百姓做事情，就为民众来做事情。我们尽可能的，我是个人表达最大的诚意，那请有关单位通知他再做一段时间。希望他碰面吗？我当然不排除了，见面随时都可以见面，啊，没有问题，完全没有问题。